大家好，我是兔儿啊，今天晚上在追几了一天，没有一天，把星期三都不给这边儿看，全力追那边去了，让大家看咱那烩面啊。烩面啊，我准备还是买12元，就这样。这是现在用的牛肉啊，改成准备用牛肉，羊啊牛肉烩面，这12嘞，最低是10片肉。还是肉怎么样？得劲不得劲？还是香的，叫你流嘴嘴。吃这个烩面呢，配上咱这个熬了的米子辣椒油，往咱那一堆，哇，别提了。辣椒油往里一放，你也一搅，香得很。谁要不相信呢？你可以过来试试。那烩面还是可得劲。大家有啥好的建议没有？欢迎指导。有很多朋友说让我买8块9块素的，但是不现实。他这个烩面你不带点肉，说拉面哥那还不中啊，是不是？咱做好还得行。不要辣椒，不要炒面，香辣过瘾。面还过瘾。这个还是肉香。烩面呼啦啦对我呢，但是呢，喝汤时候，你看加了点醋，它喝出来不油腻。还有醋，建议大家买烩面的时候，就用那个米醋或者香醋，不要用那个山西老陈醋，酱味太重，它都压不着烩面的汤味来，不舒服，没有那个香味。哎，希望咱的视频给他点个赞，点个关注，再见。好看。